哇，我查得很成功哎。它是巧克力。有爆米花味道那个。对，真的超好吃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做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，就是七彩荷包蛋。为什么要做七彩荷包蛋？因为我本来要做七彩蒸蛋，可是都失败。我的七彩蒸蛋做了 N 次，就是失败，连我这小厨娘都没有办法。有点大事不妙，昨天失败啊，改用这个蒸。我们开会讨论，想了很久，大概三天三夜，想出来我们改用煎的，改做七彩荷包蛋。蒸蛋做了两天两夜，还做不起来，失败。你有没有看起来我很狼狈，失败了五六次，所以我今天要做特别的荷包蛋来给大家吃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。现在是墨鱼口味的，如果这个再不成功，我就把我的姓倒过来写。不瞒大家说，我就是姓王。反过来写。反过来写啊！还是我。那墨鱼是哪里买的？高雄，特地去高雄买的。买几次？两次。很生气。各位，我做的七彩荷包蛋是外面白色的地方是彩色的，里面的蛋。蛋黄一定要保有原来的颜色，像我个人喜欢吃半熟蛋，所以蛋黄不能熟，要是原本的黄色。我老爸已经看我做蛋做了两天了。你在把那个人家超商的蛋全部把它？我已经把超商的蛋快买光了。明天就会涨价了。你要叠起来是直接完成？没有，不要再叠了，我已经叠到已经眼神死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不溶于蛋白，这个抹茶不乖，我现在先叫他乖。我感觉那个蛋白跟你一样。白沫，真的啊，有漂浮，漂浮个屁呀！这是白沫啊。草莓，草莓是什么色？粉红色，少女一定要粉红色啊，对不对？粉红色也不溶于蛋白，它这样子会有一种什么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吃得到颗粒感，真的很高级的东西才是吃得到颗粒感。才吃掉。再我们来做蝶豆花，颜色很深哎，像蓝笔，有像。漂亮，可以的啦。来搅拌，番茄酱多一点才会好吃啊。白色，用牛奶的白色。哇，真的是白色哎！巧克力，阿华田。少数不是很会煎荷包蛋的，好不好？少女的颜色，一直闻到草莓香哎！真的哈，这就是少女的味道。哇，红啊！很紧张哎，会表人呢。收窄一点。使出我的煎荷包蛋功。缩小，缩小，为什么一直扩大？哎，它会散掉哎，它好像会结底耶。不会啦，哈，我们不用紧张啦。牛奶一直会怎么样？会变这样。好吃就好了。对，看起来好像是云朵。云朵，对。果然是太阳蛋了，因为还需要配云朵。对。我查得很成功哎！哇，小朋友最喜欢的。哇，这看起来不错哎！每一个老人就忍不住起来看。巧克力的吗？对，这个蛮厉害的。走走走，集中，集中管理。可以啊！哇，欧噜噜啦，欧噜噜！哇，这个最厉害的。最厉害了吗？我是感觉这个是最厉害的。来，我现在请豪哥，我们两个来试吃看看哪一个口味最好吃。
吃之前因为有点冷掉，我们先用炙烧上面稍微给它热一下，因为怕有些是蛋白啊蛋黄太深，有些人不敢吃。你看我多细心、可是感觉这颜色不太对劲哎，很美啊，缤纷跟少女一样。这越看越怪怪的，这颜色。这叫做七彩荷包蛋，红橙黄绿蓝靛紫啊，所以我要猜口味。对，你等一下试看吃不出我的口味。哎、等一下会不会落晒？你不是要减肥吗？哦对哦，最近胖了。你会用这个吗？不会，怎么用啊？你来有看过吗？是专柜买的，专柜哦，他们专柜的颜料，专柜他们卖的荷包蛋，对对对。你觉得哪一个会最好吃？我觉得哦，如果颜色我猜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吧。哦，因为这个感觉有泡菜的感觉。我个人我觉得应该这个会蛮好吃的。这个是对，怪怪。等下我要挑最难吃的嘛。好、啊，你觉得最难吃的？这个很怪、欸，这颜色很奇怪啊。我觉得最难吃应该是它。来，那我要先吃，我觉得最好吃。啊，你吃你觉得最好吃？好，绿色的。哎、欸，这颜色很漂亮哎、欸。漂亮啊，我跟你讲。怎样？很抹。是抹茶啊、哦。你吃一个看，其实它抹茶有点多，所以变得有点苦。可是不是难吃的。我觉得蛮好吃的。真的假的？啊，还可能有沾蛋黄的关系、嗯，我吃一口沾蛋黄。对、啊，你要沾蛋黄。我是觉得不会很苦啦。哎、欸。沾蛋黄变好吃100倍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吃这个，这个是豪哥觉得票选第一名。因为我觉得我看颜色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沾一下，戳破一下蛋黄。因为泡菜有没有配什么都好吃。哦，那你吃看看，好好吃哦，这个这是什么？番茄酱。对，番茄酱的超好吃的，很好吃欸、番茄酱很好吃，很特殊的味道，甜甜的，然后有点咸咸的，有点蛋炒饭的味道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有番茄蛋炒饭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它为什么它这个特别 Q 的皮？它的皮我有给它练过，它今天特别 Q 哎、欸。哦、oh ，难怪你问我说这个要去哪里买，他打电话问我说这个要去哪里买，因为就是你要做这个。不信哎、欸，你吃。我觉得怪味。我来吃这个，你的颜色啦 ，OK。完美颜色。完美。名牌色，对，名牌色。先吃一下这个 Tiffany 蓝、就可以拿 Tiffany。其实没什么味道，就是蛋的味道。吃不出来。这是蝶豆花， oh. 因为蝶豆花本身可能没有味道。牛奶它煎的时候很妙哦，它变那个哦，就是豆花，对，变豆花、欸，好像比较没有那么腥，原本的蛋白会比较腥，但是没什么特别的，对，没什么特别，没必要啊，这没有必要加盐，没有啊。等一下，我最后是看颜色，不会，这搞不好是你最爱的哦，甜的啊，感觉是甜的、啊，你猜看看哦，你等一下吃看看，搞不好牛排酱啊，不可能，黑胡椒啊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有机会赢他哎、欸，不是你在杯没有高胶，不是没有。很焦哎、欸，他有机会赢他。哎、欸，他赢他，他是巧克力。有爆米花味道，有吧？对，真的。有爆米花感觉。哎、欸，他赢番茄酱、欸，好吃嘞、欸，超好 吃。那我们再来吃这个。要吃这个巧克力吗？等一下，这口感有点妙。好没有，有点太甜啦、啊。这不 OK 啊，不 OK， 这个没必要、啊。所以我票选的话，我觉得第一名是巧克力，然后再来是番茄酱。我也是。是啊、哦欸，这有点意外哎、欸。对啊。真好吃哎、欸！我觉得大家在家里可以试煎看看巧克力跟番茄酱，很推荐。